你的眼睛也是蓝的。黑的。真的吗？我看看是不是蓝的。是黑的，都是黑的。可是那你在哪儿生的呢？你在美国生的？我在中国生的。真的？那你怎么这么想？是个天蝎座，来自山东潍坊，身高170，体重50公斤。然后我的特长爱好和才艺是唱歌跳舞架子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不要去上班呀、啊！上班你养我啊！我养你啊！我看彪每天吃番薯嘞！我可以偷电动车养你啊！少1000块的我都不偷啦！那我们回家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。